哎，Hello，大家早安，我是子瑜，我回来了。好，然后今天想要就是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八月就是跟 Tiffany 在那个湾区这边办的，就是我们的活动的一些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就是借由是因为开始办湾区的松，然后又跟其他。在其他地方各地就是办海外送的人就稍微交流了一下，就是想说，那我们对于就是距离，就是对于海外的就是这些社群，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 guideline， 或者我们可以有一些建构一些治理的机制之类的嘛？对，然后这个就是当天活动的照片，然后其实来了30位朋友，就是还蛮惊讶的，然后都大家大部分都是新参者，然后就是我们准备很多零食，台湾零食，因为是临时政府。没有，其实我对，然后这是我们第一场就是 mini hack day， 然后比较多的是就是介绍就是 Nivi， 然后有请就是 DIO Ronnie， 然后跟那个全天大补铁的 Charlie 来帮我们就是提案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在 Stanford 教室里面。然后那天就是大家大部分比较有问，就是在湾区的参与者，就是他们会比较有兴趣的议题，就是大概我自己用工人智慧整理是大概是这样。那当然就是美中台的关系嘛，就是民防啊什么的，然后还有能源，就是包括大家可能很担心台湾的就是能源可能储备量不足啊之类的这样的问题。那我觉得或许就是可以有一些就是跟台湾社群也可以有一些交流这样。然后因为我们是中文的活动，所以大部分都是台湾人来。对，然后我们有就是请大家在那个就是便条纸上面写下他们有兴趣的议题之类的，然后所以就大家有兴趣还可以去共笔看，就是共笔，然后共笔有就是所有人参与者的自我介绍啊什么的逐字稿，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们之后的活动共笔都会在这个地方这个链接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回到是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办居民系湾区的社群呢？那我就是搬到美国之后，我就去参与了很多当地的公民科技社群，然后还有一些 NGO 的活动，然后就觉得啊，还是 GB 好啊。对，那因为就是如果没有人做这个，那我就只好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很幸运，然后很幸运就是有就是 Tiffany 的帮忙，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开始哇啦哇啦，就还有其他的朋友一起，就是大家一起开始的这样子。哇啦哇啦。啊，对，还有就是因为小班的热烈推坑。对，然后其实整理一下，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就是之前就是在海外的这些 GV 的活动，那包括就是美东的活动，然后以及之后美东的活动要开始，然后是包括那个就是还有 GV 意大利，大家知道 GV 意大利这件事情吗？大家可以查一下我的网站，就是就是看起来 GitHub 其实还有在动，就是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然后还有就是伦敦这边之前的 GV 跟现在的 Tech London 这样子，那就是这些，就我本来说 Fork the Government 嘛，其实像是开始有 Fork the Gov Zero 这样的状况出现，那在 Fork 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是 CC， 我们都 CC 零嘛，那别人要怎么用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管不着。对，那但是我们当然法律上没有办法采取行动，但是实质上我们能不能有一些讨论，就是说GV 的台湾社群的大家，因为一开始从这边开始嘛，那我们希望海外社群至少我们必须遵守哪些事情，或是我们可以给海外社群哪些概览，或是我们提供怎么样的就是合作，跟我们是不是需要 think 呢？这样子，然后这些是我问一些朋友的想法，就是参与者的台湾区参与者的话，就是可能相对好吃的餐厅，然后就是我期待去这个餐厅，我去世界各地吃的都是同一个味道，我不希望它长得不一样。然后也有伊莎贝觉得就是可能会像基督教一样，就是不一样的方式传播这样。对，然后所以 manifesto 我觉得是我个人觉得是最重要的，但是当真的有抵触的时候该怎么办？对，但是因为我们 manifesto 其实也会一直改啊。那要怎么样去 think 呢？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议题就是很想要跟大家在基础中讨论，但因为我来不及参加基础中，所以就在这边先把这个东西抛出来。那我现在的想法是可以开个 polis， 然后大家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丢上去，然后可能就是慢慢的去把它整理起来这样子。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 guideline， 然后就是别人要遵守台价的事，但是我们一起写的也是这样。对，先写先赢。对，然后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就是一起来讨论这样子。感谢。
好开心哦，回来啊！我这边有印了日历弯曲的贴纸，有兴趣的人可以来，还是透明。